可见的话呢，这个呢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啊，这个换根东西来插呢，还是一样有反应的。你看啊，是。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234集的节目，也可能是我的节目开播以来呢最值得也是最特别的一个编号1234集啊。我相信应该不会有2345集啊，那个难度应该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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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所以呢，在这个特别的纪念的编号里头呢，我要跟大家做一款呢可能是很多变形金刚迷友童年的重要回忆，它是来自银河之力的一套作品。这是我的好朋友林奇辉先生呢，他呢特别借给我，那已经放在我这儿已经可能有半年多了。他呢说呢就留着一个比较特殊的纪念的一个数字的时候呢再来做。那我毫不犹豫的呢就把它呢放在1234集啊。除了纪念这款玩具呢是很多变形金刚迷友的一个童年梦想之外呢，也算是对奇辉哥的一个致意吧。这几年以来非常受到他各种各样的照顾，不论是玩具的支援还是精神上的鼓励啊，都是年过40岁的大叔啊，都是有老婆啊，有小孩，这个家庭工作，大家都是互相心灵上的各种扶持啊。我正常的心灵扶持啊，没有特殊的啊，就也跟大家呢做这么样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啊。那刚从夜班回来啊，就还是有点疲劳，不过这款玩具呢还是可以轻松的做一个把玩的。那玩具的内容量呢比较多，盒子也很巨大，盒子我就不特别展示啊，透过照片呢各位看一下都知道可以了。那么这是一个日版的玩具，里头的主要的话呢有这三款玩具啊，这个 Sonic Bomber， 还有这个银河科博文的一个本体，另外还有附带一个小的一个这个机器人是什么，因为银河之力其实我也没看啊，就我是假银河之力的粉丝啊。那我们的话呢就直接了当的呢一个一个玩具的拿出来做一个分享。那么这一款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蝎子形态的一个机器人，基本上呢可动度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啊，这是球形关节往上举，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球关，但是呢保存的还相当不错啊，关节的紧实度还是很好的，四足的话呢都是一个尖角。那么呢它的一个前方的话呢有一个透明的一个类似驾驶舱的一个地方，那里头的话是没有驾驶座的啊，这个然后这里呢有一个 Autobot 的标志，旁边的话呢看起来呢像是四把这个活动扳手啊，应该是个维修兵吧啊，推测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背后的话这个类似蝎子尾巴的这个部分呢，你看到这里啊附带了一把银河之力的这个能量一个钥匙啊，每一款的银河之力的玩具呢都会对应这个，那它的一旦按下去之后的话呢它都会驱动一些特殊的一个效果。那以这一款的话呢它就是这个，哎，这一把这个电光剑还是什么来着啊，就会弹射出来啊，非常漂亮的一个荧光黄。那你把它扣回去之后的话呢，如果你不把这个钥匙拔出来的话呢啊，它这个地方呢是回弹不回去的，必须把这个钥匙拔掉呢这一个部分呢才能够安装回去啊。那这个钥匙呢平常的话你可以扣在这里，那么这个钥匙上面这个形状呢应该都是有它固定的一个意义啊。那当然了，你如果换成其他呢啊不是这把钥匙的话呢，它一样是可以做成一个驱动的啊。可见的话呢这个呢也不是什么贞洁烈女啊，这个换根东西来插呢还是一样有反应的，你看啊，是吧。好吧，那这个希望这一段呢没有造成我的影片被和谐啊。那它的话呢除了这个帅气的一个蝎子形态呢我们先对比一下好了，它其实跟这是官方一个 Deluxe 等级的玩具稍微略小一些啊，略小一些。那我们的话呢给它进行一个变形，它的变形其实也是非常好玩的啊。这个地方呢把它打开之后呢，这两侧把它给分开，这两侧也是分开啊，这个手脚的这四个部分呢都是把它给解开的。那解开之后的话呢把它转到这个方向啊，转到这一侧，这一侧这个肩炮的位置呢是会停留在这一侧。那你可以看到呢这里的话内部的话呢其实是有卡扣可以扣进去的啊，我们的话呢就把它做一个结合都扣上去。那你看那个掉下去那个部件呢暂时我也不想剪了啊，这款玩具的话呢就这个部分啊，它这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有点被撑开的感觉啊，不是我干的啊，虽然我经常把别人撑开，但这绝对不是我做的啊，是之前的主人就把它撑开了啊，我只是接手一个二手货而已。然后这个地方呢把它给打开，再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一块部件啊，这一块部件往上面整个提上来到这边，头部的话呢再做一个前后180度的一个翻转，然后这个地方呢再把它给扣回来，这个两腿的话再做一个合并啊，
在这边合并，然后呢就把它给自然的做一个摆放。这个呢，这个斜肩的部分呢向前面一举就行了，手臂的话呢自然下垂到这儿，然后呢这一块部件呢可以往后面推回去，这里上方的话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卡扣，然后这个地方凸跟凹的一个结合，将它给扣上去，这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做一个转动，然后这一块部件往上面推上来啊，这里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扣上去，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形态啊。机器人的一个形态就是有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肩炮，原本是机器人原本是这个蝎子的这个部分啊，这个推出去一样是和这个光剑出来的。那么的话呢，我们这一款这个机器人的话呢就给大家做完一个分享啊。后方的话造型就是这样子，可动的话呢也相当不错，你可以看到这个球形关节非常的多啊，所以除了腰转之外啊，腰转跟拳头不能转之外的话，其他呢基本上能动的呢也都是差不多可以动的啊。那我们的话呢就暂时的呢将它给拿到一旁去，我们就接下来的话呢继续的给大家做其他的几款玩具啊。桌面的话呢稍微整理一下啊，这一款这个玩具呢就暂时放到这，就有比较喜欢这样子啊，聊聊天的方式给大家接着做啊。这一款 Sonic Bomber， 因为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以前节目有没有拍过这个了，虽然是个飞机啊，但是它的滚动性呢却好到一个靠北边走啊。这个大陆朋友可能不懂什么叫靠北边走，靠北是台语，就是有一点，就是基本上它本来是一个骂人的话，你可以这靠北滚动性靠北好啊，就是有点是滚动性他妈的好的意思啊，差不多是这样子啊。好吧，那这个本身的话呢它上面的附带非常多的子弹，那请小心不要误射这个。那这个子弹的话其实也是变形金刚玩具这个发展史里头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里程碑啊。子弹的取消呢其实代表着一个时代的过去啊，以前的子弹是真的是一个乐趣啊，这个稍微按一下，你看这个子弹呢，那这个弹射力道还是非常强的，虽然年代久远啊。可能有人说，诶，你子弹发射啊，射出去射程力道你居然没有拿这个开车，已经开过我们就不想讲了，我们是一天到晚换心梗的好吗。好啦，这个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Sonic Bomber 我以前到底有拍过还是没拍过。那这是一个日版，那保护的，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已经十多年前的玩具，它那个白色的部分的保存可以说是非常的好。那它的话呢本身分量很大很重就不提了啊，那我们就来提一下它的一个这个首先的这个银河之力的这个不小心碰一下就误触了，然后这稍微有点卡到啊，这里啊 sorry， 我们再来一遍啊。这个拍特殊影片的时候这个不小心太早射出来还要再来一遍，那真的很辛苦的啊。这个地方呢把它往前面推啊，这个就会有一个，这个有点像是什么，就是变形金刚第五集对不对 Leader Class 的那个 Megatron 啊，这个头部爆开那个感觉啊。那我们再次把它推回去啊，推回去。那这个的话呢就是在插入钥匙的情况下它还是可以推得回来的啊。我们再试一次给各位看一下，这样推一下啊，我手去挡到了啊。好，那内部的话你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有一些细节的呈现，以及你可以看到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些装置，它是有一个声音的效果啊。电池的话是装在这里啊，从这个地方打开，里头可以装两个电池，那从这个地方按下去还会发光啊。 OK， 它会有一个机枪扫射的声音啊。所以说了子弹啊音效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早期的变形金刚玩具呢所拥有的。那这个钥匙拔出来的时候呢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它里头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倒钩的，倒钩很厉害啊，有倒钩的话你要高兴啊，通常是比较容易把一个女孩子留在身边的。那这个的话呢就暂时的把它拿到一旁去吧啊，倒钩啊，倒钩我有，天下在我手啊。行吧，我们来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头部先把头部直接往上翻就可以了，往上翻然后反折下来。那从这个地方算了，超级系机器人的头都是到最后才出来的啊，这个传统的是不能破坏的啊。我们再来先把这个后面这个腿这个地方呢给掰开，这里两侧给解开，然后呢往前面啊放下来，这个地方顺势一推就开了。脚的话呢往前面翻，这里也是一样的，往前面折下来，这里一推啊，这个部件就会自动松开，你可以听到这咔啦咔啦的一个关节作响啊。然后呢把这个腿的话就转到另外一侧去，那么呢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啊，如果说你比较吹毛求疵一点的人呢，你可以这么做啊。首先我把这个地方往前翻一点点，这个地方提出来之后再做一个腰转啊，这里切这个角度出来是方便说我们这个脚从这个地方装过去。那这是它的一个正面，如果你不喜欢这个螺丝钉在前面的话呢，那就是把它给稍微抬一下啊，这个
把腿抬一下呢就会换过去啊。你看老了玩具就不一样，你看看随便掰一掰的就有黄金掉下来，真是不错啊。其实这块部件的话呢已经掉下来很多次了啊，在我几次的把玩里面它已经掉下来很多次了。这个地方它其实是这个地方呢去推到它掉下来了，等一下可能还会再掉也说不一定啊。哎，应该是先放这儿，然后再往这里，然后这里是有个小卡扣，把它给扣进去啊。好了啊，这个地方再给各位做个示范啊，这个地方把它给转过去啊。如果你比较就是要求这个部分的话，你就把它给转过去。哎，好吧，那我就知道粗暴一点，直接掰你了啊。好，这个地方，然后再把这个腿转到正前方来啊。毫无疑问了，这个胸甲这一片呢，一定是在前面嘛，对吧？就放下来，然后手臂的话呢，自然折下来就可以了。它手臂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然后呢，把这个武器的这个部件呢，把它给拔下来。这里啊，那拔的时候小心呢，不要误触到这个开关啊，它子弹会射出来的啊，射出来的喷到谁都不知道了啊，不管喷到谁都不是好事情啊。这里把它给放下来，好。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头部呢，超级系机器人最后都是头部才出来，对不对？我来组成头部，对不对？有没有人要组成裆部的啊？这个把它抬出来，那我听到咔的一声， OK， 它卡住了啊。好的，那我们的这个 Sonic Bomber 呢的一个机械的形态呢就算是变形完成了啊。那它的多出来这个部件呢就是怎么样了，它其实就是放在这儿，那放的时候就是这里，其实它放的时候是左右手你要互换一下，我记得是这样的啊。对，应该是要换成这样，从这个地方侧边有个扣进去啊，放这样的话好像才不会去干涉你。如果你放这边是不对的，你如果你在这边放这样是不对，所以你要转过来，应该是放这样的。好，就完成了它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形态。那在机器人的状态下呢，我们先把它站稳了，我稍微调整一下机位，往上抬一点点啊。个头大小呢比现在的 L 机可能都还要来的大吧啊，那背后有点重，背包有点重。好啊，你这么小，你也在跟人家摔倒是怎样？好吧，这个看一下啊，头部，是一个人脸，然后有一个露出眼睛的面罩，头部可以360度的转动。那它的后面呢，这里有一个部件，然后是可以把它给往上面抠出来的。这个部件抠出来是做什么用的呢？它是呢可以把后面这个部件往上面抬起来的时候呢，这里。啊，你可以看到这地方啊有两个洞，它是要跟这个地方呢去做一个结合的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里 OK， 这个等于是它的一个在人形状态下呢，把这个什么飞机头放到上面。再来我们就是把它的这个刚刚的这个钥匙啊，能力钥匙从这个地方啊把它给插进去啊。OK， 它就是一个头上爆发出，好吧，自己配音一下可以吧？这个是它的一个人形状态下的一个把玩那个乐趣点。那其他的话呢，就子弹的一个发射楼，以及手部的话呢，它的手比较奇怪啊，它的这个手呢，并不是跟身体的肩膀没有连接，它是透过翅膀来做一个展示的。那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变形的时候是会用得到的。以及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开关，这个地方按下去呢，我本来以为它的所有的炮呢。会往后退，其他只会退一根而已，就退最下面那一根啊，对啊，侧边这一根，那作用是什么呢？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只能退一根，还是说它有什么地方是不联动还是怎么样？可是呢，两侧的一个都是一样啊，只能退一根啊，不知道为什么。行，那就再给继续的话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嘛，脚的话你看啊，前后左右动都没问题，腰身也可以动，刚变形的时候你已经看到过了，外白年的时候也是可以动。脚踝的话呢，这个只能够前后动啊，侧边来讲的话以为可以动，其实不行。那身上的这个金属的这个漆面的这个红还挺漂亮的，胸口是一个整的是一个大的一个电镀啊，但是呢虽然是很高品质的电镀，但是毕竟年代久远也是稍微有一点点雾化了啊。那这是它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造型，那如果你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头上有一个泡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给简单的把它给收回来，再一次的呢将它回复到原状。那么在站立的时候呢，就是稍微把握一下重心吧，因为它这个背包呢确实是比较重，后面又有电池啊，所以它就非常非常的笨重了啊。那就是这一款 Sonic Bomber。 那接下来的话呢就轮到我们的这个主角上场了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款这个银河之力的一个 Optimus Prime。 这款玩具的话呢之前已经有跟
我很确定啊，多年以前呢曾经跟大家做过这一款节目，然后呢当年呢这一款玩具呢以前多年以前吧，台湾的二手品呢在网络上的话呢大概新台币是3000块钱以下是有机会收到。那么我在录完那一集节目之后呢，当天的晚上台湾的这个露天拍卖网上所有3000块钱甚至3500以下的这一款银河可布尔全部被人家扫空啊，全部卖光光啊。所以说我们的节目还是有一定的催人家掏钱包的一个能力啦啊。虽然有人就这么说过，其实胡夫妻这个影片点击率其实并不高，但是对于这个增加销售量这一块的话呢好像还蛮灵光的啊。当然也有人说啊，就是说胡夫的一个观众年纪比较偏大一点，消费力比较强，也比较冷静理性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好像也是不错啦，我还蛮喜欢有人这样子夸奖我的观众啊。我不是夸奖我，夸奖我是觉得浮云罢了，我不是那么在意啊。但是夸奖我的观众呢其实我会比较喜欢啊。那这也是大家一起营造出来的一个环境了啊。那么这一款的话呢跟我当年分享的那一款是美版是不同的。这一次的话呢是一个日版的一个反转城限定。所以它是有一个透明的部件，这个整个车头啊是透明的，这些红色的这个地方原本是红色塑胶的话呢在这一次呢都变成了是一个电镀啊，而且保存的还是非常好的一个镜面效果，都非常的漂亮。当年的话呢我这款玩具的这个部件呢是没有翻到前面来啊，被很多人这个嘲笑了很多年啊，如今呢我一雪前耻，对不对，就我终于把它给变对了哦。那它的话呢一样是一个非常多轮子的一个卡车，那它的一个背后的话呢非常的完整，整个玩具非常的沉重，绝对不是后来什么围城的那个什么银河的什么银河什么什么科博文那个，绝对不是那个，绝对不是那种刺激货可以相提并论的啦啊、哦、这个轮胎啊这个也都是涂装啊什么也都是完全没有少的，这个推弹啊这推起来的这个重量感呢这个完全不是现在的玩具能够相提并论的了。那它的话呢是也是有一个这个造型做的跟领导模块一样的这个驱动钥匙，从这里按下去的话它是会有一个联动还有一个声光的效果的啊，我们来试一下啊。声音没想到那么快的结束了，还不晓得为什么啊。我们呢从正面来再看一次啊，这一款的话有点意思，你把它我试一次给各位看一下。OK, 那是呢它这个地方基本上这个时候是卡住的，如果你把它推回去它会自动把它弹出来啊，这只有这一款才有啊，另外两款的话是没有的，你看一折下它自动就把它给退出来了啊，可见的这一款的这个里头的这个力道比较强啊，即使你有倒钩呢它一样把你给弹出来，这也对方也是极品啊，不容小觑就是啊。那这个的话我们暂时呢把它给移到一旁去了，那我们呢就把它呢变形成一款机械的一个形象。首先是这个部件呢把它跟车子的这个分开的话是往上提就可以了，它的一个结合卡扣呢是这个地方呢把它往上面提上来，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先把它给打开啊，不对，在这个形态还有一个地方要做一个展示，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一个 super mode 吧，这个地方把它给转过来啊，转过来，这样子啊，这个差点忘了给各位做这个展示了啊。然后这个炮的话是转到侧边来啊，这个的话呢这个形态下就是占地的面积就是非常惊人了，这样子推过来然后把它给转到前面啊，这个是它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super mode, 这个转到侧边炮可以往上面抬哦 ,OK, 这个很大一台啊，很大一台这样子。对不起，又把路人给波及到了，就这样子所谓一个超级模式。行，那我们就把它给往上面提起来啊，这个地方往上抬起来，好就可以把它给解开了啊，解开那个主要的一个结合卡扣啊，就是靠这两个蓝色的凸扣进这里面这两个。那这个大背包的话我们就暂时的把它给稍微收纳一下。那收这一款的时候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小麻烦，不知道怎么折，其实它的很多折法呢你要去迁就到这一块这个形状跟这一块的一个形状啊，这里在各种不管你怎么折啦，你就是要迁就到这个形状啊，这个缺口处的形状，你一定是要把它转到这个缺口，转到同一个地方呢才能够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收纳。 OK, 这个货柜的部分呢就暂时摆到后面，在人形下它还是可以做成是一个类似一个小炮台，但是今天就不做这个整理了。那么这个本体呢跟这个后面那个货柜的中间还是需要靠这个部件，这两块部件来做一个组合连接，这两个部件呢就暂时把它给放到这两侧，可以拆开啊，待会再super mode 的时候呢是会用到的。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它的一个单纯只有货柜啊，后面非常的长。那它有一点一定要特别跟提一下，前轮没什么，后轮它是怎么样你看到没有，
它是有避震器的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设计。现在的话是几乎是看不到，你看后面是有 cushion 的啊，是有避震器的，嗯哼，非常的了不得，对不对？那我们继续把它给完成它的一个变形了啊。两腿的话呢，把它给做一个打开，两腿打开，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是往后面折过来，再往后面折过来，到这边后面有一个结合卡扣，将它给扣上去，这也是一样的啊，把它给扣过来，扣过来，然后呢这个上面这个部分两侧给打开，打开到这，然后呢把这个部件举上来，这个地方往下压啊，啊这个不小心把领导模块跑出来了，是这样的，然后这个胸口两侧往中间做个集中啊，不晓得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一款的这个两侧好像这个我不知道是有没有错键还是怎么样啊，这个好像是觉得好像我觉得它应该是错键，你知道吗？因为我这一侧的话呢好像装不上去啊，对，它真的错键的，我现在发现它这个是其实是个错键的，它这里面写这个 L， 这块黑色部件它写的是个 L， 这边也是写这个 L， 其实是有一边错了，对不对？这边应该要 R， 所以它这个部件是错的。因为我刚发现我推到车子侧边的时候这一块是可以合得密的，但这一块呢怎么合都差一点点，你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小小的缺口，所以它是错键。它里头这个黑色的部件的话呢应该要一左一右，结果它两侧都是左边，所以我这个地方扣过来的时候呢我都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怪啊，所以就是总而言之呢这是一个限定版的瑕疵品啊，限定版， OK， 算你倒霉啊，刚好被我拍到了啊，哈哈哈。好啦，这个地方把它给装上去， OK， 那头部的话呢这样扣不好扣没关系，它直接从后面这个地方啊给我们一个往上面推的一个开关，再把这个两侧的这个耳朵呢给拿出来，那这样一来这个这个四肢呢还有一点短短的这个银河 OP 呢就完成了它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形了啊，这样子看后面换成一个高腰裤的感觉，对不对？那我们的话呢就接着呢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一个超级模式啊，这毕竟这么矮的身高呢大家还是看得比较不习惯啊，我还是先对比一下这个两者的身高，先对比一下这个 Sonic Bomber 的一个两者，在这个状态下呢好像 Sonic Bomber 还是略矮一点点啊，但是这个身体的横幅就大上非常的多了。好，那这个动画片的话两个是什么关系呢，大家自己去找资料就可以了，我们就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合并。那合并的时候呢首先的话我们要把这个腿部给加长，这个地方推过来到这，然后呢不对，是要整个的这里推过来，再把这个黑色部件往下压到这，这边也是一样的，这里推过来，这里转过来，这里往下压， OK， 瞬间呢，这个身高的话呢，就比例就帅气了啊。你平常要做这个摆放呢，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部件呢，要扣到身体的后方，那，好险，差点掉下去了。扣的时候呢，一样啊，是从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结合就可以了啊，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扣进去，扣反了，是这样子啊，这个转轴是在上方，从这。那你扣的时候呢，是这里还注意。这里有个缺口啊，这里这个缺口跟下方这个地方啊是要做一个结合的，这个地方是有时候你会没扣到的话呢这块部件呢会比较容易去松动，会去一个滑脱的一个感觉。另外一侧的话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这里记得要扣啊，下方这里记得要扣。好的，这个整个脚板的话呢就跟着变大变粗啊，这个就比例来讲的话呢就更加的优雅，更加的好看了。最后的话呢就是把它的这个盔甲不对飞翼给穿上去了，这个其实非常简单了，就先把它给往两侧给打开，你看到这个啊，这是一个这个打开就是一个背上去的一个概念而已。那在做的时候是把它的这个轮子的部分呢是要转到上方来的，轮子的部分转到上方这里。好，那么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待会的话呢是要转到前面来，当然你也可以放在后面都行，那我的习惯呢是会把它放到前面的，因为重量实在是太重了。那这个穿的话就非常简单了，就直接像背书包一样的一个概念而已，就直接的呢将它给穿透过去啊，从这个地方穿透过去，哎，没有什么，没有任何的难度啊，这跟小学生背书包一样啊，是没有任何难度的啊，叫他起来背书包是难度比较高啊，叫他背书包是不难啊，起不了床比较严重啊。这个我们的一个超级模式下的一个银河之力的 Atomus Prime 呢就完成了超级模式了啊，有没有帅气，帅到炸了，对不对？
这个呢玩具的分量感啊，这个真的不是现在的玩具能相比啊。然后呢这个胸口的话呢，因为是个瑕疵品啊，怎么样扣都是有一点点小缝隙啊。那打开之后的话呢，在这个地方呢再往下面抠一点点啊，就往下抠一点点，这个领导模块呢是可以拿出来的。这个地方 OK 打开，有一块金色的一个领导母体啊，一样可以拿出来啊。这里那就我这个空间不是很大啊，拿出来。那大家请知道，正版的领导模块呢通常呢是没有金属部件的啊，都是之后的什么 KO 啊放大啊那种，对不对？还卖那么贵，盗版的东西还卖那么贵，合金都乱降的那些东西呢啊，才会有这个金属部件的一个领导模块啊，都是假的啊。我们的领导模块塑胶的就可以了啊，塑胶的就可以凝聚我们的啊，不需要铁的啊。拜 OK 好，胸口的话呢是一个水蓝色的透明件啊。那就再次提一下啊，这个是一个日版的一个玩具，所以呢如果你买到的是美版的话呢是不会有这一些透明部件的。那这样子站起来摔到了啊，摔到炸了啊。那这个大炮的话呢是可以从后面呢这个做出一个类似拿在手上的感觉，但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握持的。那这个枪的话是可以拿下来啊，你这个地方可以拿下来。如果你要单独拿在手上的话呢，当然也是可以啦，当然是可以的，可以单独的握持。那这里一样有一个，这里啊，一下子甩尾把你甩出去了啊，真是太玩得太嗨了啊。这里这地方把它给扣上去啊。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开枪了，我们试着开枪打人好了，看一下打他会不会痛啊。哎，有没有射到不知道，反正没射到脸啊。我们最后来进行他们两者的合体啊。首先的话呢必须把科博文身上的那个飞翼的部分呢给拿掉。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先从这一款这个 Sonic Bomber 呢先做一些简单的整理。首先的话呢把它的这个起落架收进去，然后将这个部件呢往上面抬上来，然后反折大概就变到这边就行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即将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穿戴的一个甲胄，那基本上也是一个飞翼的一个背在身上的一个感觉了啊。那把它这个小炮台呢给拿下来，两侧都有，这是必要的。以及呢这个侧边这块部件一样都给取下，两侧呢都取下来。还有这个啊，刚刚呢碰了一下呢不小心掉下来这个部件，这个金色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末端的这个部件一样的呢把它给取下来，这边拿下啊，这个部件整个的给翻出去啊，这个部件呢把它给翻出去，这个先往上提一点点，将这一块部件给放下来。那么呢这个其他的这个下半身，整个下半身呢跟它的一个飞机状态下呢是完全一样的啊，并不需要做特别的处理，就保持一个飞机的形态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背上去的时候呢，这个部件我会建议你把它转成这个方向啊，把这个轮胎呢给转成是在上方平的，待会的话呢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么转了啊。这边到这里把它转上来，好，再来的话就是把这一块整个这个胸甲这块部件呢直接的整个的完全给拉出来，拉到最大为止，待会的话呢方便呢我们做一个穿上去的一个动作。那么呢我们的这个其他几个小配件呢我们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组合好了啊。这个原本的一个小炮跟这个金色的这个飞机的这个末端这个部分随便组啊，随便组一下就行了啊，在这边好到这里。那我们呢可以先把它呢给握持到手上，手上的话它那个拳头内部呢是有个洞在这边，我们呢可以把它给安置上去。你也可以呢先把这个握柄呢插到拿错柄了，应该是我觉得放反了，它应该是有一个有顺那个边才对，这里先把它给，怕弄错干脆这样子好了。哎，这个洞啊 OK 扣上去，然后的话我们习惯呢是把这个啊比较完整的面是朝外嘛，对不对？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有一块凸，把它给扣到掌中心的那个洞的话稍微有点偏后面啊。好，两手武器握好了，再来的话是把这个部件啊，刚刚这个机翼两侧这个炮拿下来之后呢安置到腿的后方。那安置在腿的后方的时候记得这个凸的面呢是要朝上，那这个枪这个子弹是朝外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毫无疑问呢它就只有一种扣法了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扣法啊，没有其他的方式了啊。这里把它给扣上去，这边啊也是一样的，到这里这边
把它给扣上去。这里，哇，这个玩具还是分量还是比较够啊。这边，这里把它按下去，那一样小心啊，不要去推到那个子弹了，它会不知道射到哪里去。那这个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又怎么样呢？增加脚后跟的一个站立性，它会更加的稳固了。那之后就是把这个。这个飞机的部分呢和 Sonic Bomber 呢给穿上去。那穿上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滑槽就是要黄色这个地方，把它给直接的插进去就可以了啊，直接把它给插进去啊，基本上呢稍微对准一下扣进去就可以了。那位这里卡进去 OK， 白色部件会扣进去那个缝。再来就前方啊，这个就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难度，直接的照下来就可以了，往前面往下面放下来，放到能够扣到前方为止。那前面的这一些什么部件呢、啊、就是靠着这个灰色这个连接杆呢、啊、尽可能的话呢把这个两个胸甲之间的距离呢给拉开一点点。好，往前面，最后呢就直接的把它给靠到这个地方这个缝隙，将它给放进来。然后呢还有最后一个动作啊，等一下啊，还有这个胸甲啊，因为它这个是这个错件啊，所以这个胸甲两侧呢合的一个 match 的一个程度呢没有说很好啊，没有说很好，所以这导致于说最后合体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有一点歪歪的感觉。好，最后就是把这两侧这个胸型这个部件把它给往两侧给打开，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这个银河之力一个 OP 最终合体的一个形态吧啊。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的一个上方这个位置呢你一旦转到这个方向之后呢，它是整根炮上下动的。如果你没有先转一向是这样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会有一个转这样子啊。当然你要转这样子打也不是不行了啊，但是感觉上是这样子，可能会比较有一个一体性，会感觉会比较好一点点点。那在这个情况下呢，原本可以联动的一些装置呢，当然还是可以联动的，主要就是后面这一块啊。说明书呢依然呢有特别强调说它是可以把它给抬上来，然后后方这个地方啊，刚在这个Sonic Bomber 情况下呢，有把这个地方给特别的拿出来做一个讲解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一样的把它给弄出来，它一样呢会有一个倾斜的一个角度，但这一次的话呢，人物的站立的一个稳定性呢，已经比刚才呢又好上了更多，因为它背后的一个这个脚后跟这一带啊，让它的一个站立性就更好了。那我们就稍微的去驱动一下吧，这个上方的这个装置，一样从这里。把它给按下去。好，那么呢今天的话呢就跟大家呢我的1234集呢就用这一款非常经典的一款模具，也是很特别的一个套装哦，它是来自于反斗城限定日版的这个银河之力的 OP， 里头呢附带的是 Sonic Bomber， 还有一款这个什么机器啊，大家知道名字就科普一下吧啊。那么这个套装的话呢是一个基本上是绝版吧，应该是非常不容易去买到了啊。各位呢就是也不用特别追高啊，你知道一下有这么一款神物的存在就可以了啊。以前的十多年前的变形金刚呢吸到这么多粉不是没有原因的啊。在把玩的整个过程里头呢，这个厚实的塑胶啊，即使是透明件依然给人感觉很扎实的手感，关节大部分都齿轮啊，做起来非常响亮啊啊，部件之间的摩擦的时候呢，你都可以感觉到这个玩具的一个厚实的一个程度，以及多样的联动机关以及声光的效果。这个呢当年呢都是同时能够满足孩子们的欲望还有大人审美观的一个世代。那如今的话呢已经跟过去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了啊。Anyway， 这个就跟大家呢一同走过我的1234集。那么谢谢各位这9年多以来的支持，我们还会继续走下去。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